个蚕豆，买了个煤青章啊。啊，煮了，这个锅没开锅容易生锈。来一点阳姜啊。市场买了菜啊，回来了。崔总在房间看电视，我做好饭叫他吧，是吧？崔总在这里。崔总，崔总，我啊。你吃不吃饭？不吃啊，我吃完，刚吃完。你刚吃完？对啊。吃完了，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吃吧。昨天晚上出去买蚊香，一个小狗狗流浪狗缠着我不走，刚才又看到我了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带着一起浪迹天涯。去买蚊香，路上有个小狗狗，我一叫它就跟我走，不走了，连上我了。跟我回家，秋去，秋去，来，来过来，嗯。那好脏啊，身上脏了，脏兮兮的。那我去给你搞个鸡腿吃，来，过来，搞鸡腿吃，走，来，来，跟上我了。你要跟我回家吗，小白？要不要？有那个电影鸭腿开着啊，走走走，过马路，过马路，过马路啊！来来来，给你搞个鸭腿吃，过来，来来，鸭腿啊，啊，鸡腿有没有？鸭腿，鸡腿啊！放了鸭脖子啊！嗯，跟我，小白，等我一下啊，等我啊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是要注意车啊！啊，可以啊，你还蛮喜欢吃的。哎，你不吞吗？你不嚼的吗？小白，不好搞啊！这个水好像煮黑了，这能吃吗？现在已经切好了啊。早餐、中餐，也许是晚餐啊。这个洋生姜，这个炒了一个菜啊。崔总说不吃。大家好，我大胖。崔总不吃啊，我就一个人吃吧。去市场买了个洋姜，花了8块钱。这个6块。目前崔总是稳住了啊，这个也不用担心他了，暂时他稳住了，然后呢，是吧，他这已经直播还可以，那我这样每天在这里也好像也不是个事儿，主动联系法官呢、啊、也不能问得太急，我要想想办法。昨天晚上跟老何聊了一下，老何那里还有床位，嘿嘿嘿，我看要不要去达州还是回广东啊。